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好，这一张已经推出非常非常久的时间的利比克啊，终于也获得了它的极限 Z 觉醒了。而且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，它的极限 Z 会跟金属克维拉一起极限 Z 上来啊，真的是还蛮意外，官方会做这样子的安排。啊，不过把它给弄上来也是非常不错了，相当相当的强悍了。这一次就打算把它给拿出来使用一下，虽然说之前已经把它用在超装甲突破上面的啦，不过正式这一次拿来好好的用一用。三维属性都不算差了，还不错，就差不多就限定等级了吧。极限这之后就有120级的限定等级的那一个三维。它是属于次珠加工的那个队长机啦。必杀效果的话是一回合防御上升，敌全体超特大伤害，还有中确立气绝，可以气绝，非常棒。战斗路小人手哈。然后被动方面的话，自身的攻防 200% 提升，属性器除了力气翼之外啦，随即一种类会转换成力气翼这样子，每取得气翼一个，攻防 20% 提升。然后敌人一体的时候，气力加二，攻防 20% 提升，彗星发动力 20% 提升。然后敌人如果是两体以上的话，会气力加六，只限定一次，必定彗星发动。那么就是说，登场在战斗路第一发的话啦，绝对是必行啦，哇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棒。这边的话因为有气绝的关系啦，所以我就把他的连击给点上来啦。最后总和来说是14连击，17彗星连接，因为它本身可以带队来打那个练连接嘛，23减8，所以它的连接已经是全部练到满了。OK， 那么这边的话就把比克给拿出来用一用啦。话说这一张比克，老实说我一直的抽到了，然后第二张这边呢，已经开满路了。正打算把它给练到满，以后如果有连锁激战的话，然后这一张就可以拔出来。纳美克星片要用到连锁激战，这张就可以拿出来使用了。好，队伍就是这个样子啦。这个塔比翁跟比克做连接，虽然说没有气力连接，但是可以有 50% 的攻击加成跟 15% 的防御加成啦。然后就Mecha Frieza 跟这个克鲁德大王这一个关卡，因为有三个敌人，然后两个敌人这样子，那么就再给他一个直接最强了，把这个剧场版 Hero 的 Supporter Memory 一起用上去好了。杀杀杀 ，Ikimasu。OK， 初登场两张比克在一起啊，My God！ 新的利比克完全不需要担心，把它扛在一号位就好。嗨，卡卡洛多。那么就这么个摆法吧。目前只有一个超级战嘛，16万啊，只有一个超级战是16万的防御力，就不好也不坏。那么这一边的话，看这么个样子，这边的话还蛮随意的啦，打谁都 OK。 好，那么再来的话就只可以弄到五颗珠呀，我喝黑马后，反正是全体攻击怎么打都可以。那么就五颗珠，就再加多100% 的攻防加成啊，然后敌人因为是三体，所以会少了本身的50%的攻防。那么刺了过后21万，开了必杀还会在防御上升，还有30%的提升，这样的话差不多接近30万的防御力，想来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啥？嗨，ゴムゴムピッコロ。投呀！哦，斯巴西彗星一击，然后哇，348万还不错，只有超级战连到，然后吃到五颗珠罢了，必定彗星嘛！哇碎，碎，不错，这个威能还蛮给力的，然后刚好敌人也非常的有外，好事，哈！
妈呀，这边就简简单单就好。OK， 最后三颗珠应该就 OK 了，没有问题。啊，自己的这一张是没开路嘛，所以在这边多让他连击一点，哈哈，把攻防给叠上来，比较保险，比较保险，主要就是保险起见罢了，其他的都没什么太特别。等一下去到敌人比较多的时候，应该说变成单体敌人的时候，比克的能力就会变到更强，多了额外的 50% 攻防这样子。嗨，神烈焰，我都啪啪啪 ，yes， 不愧是歹楼，嘿嘿，连击就是理想。嗯，下一回合啊，下一回合还会是两张敌人哦 ，OK， 排哥汉，对呀、啊。啊，没情史，差了一丁点哦。不过这边的比克可以打出相当大的输出了哦，因为连接来了。哎，到力战的战士、头脑派跟超级战，哎是加10%的狗，哦，来到190000的防御力啦。刚才是160000嘛，同样是有一个辅助在。力战的战士有没有加防啊？加攻，然后头脑派是啊15%。对了，就是 50% 的攻击加成跟 15% 的防御加成，然后这边可以吃到11颗珠。是的，这样子的话，多少攻击力？哦，557万，11颗珠，斯巴拉西。啊，没有连击，就到。嗨嗨嗨，这边的话就先行解决啦，还蛮不错的啦，哈哈，可以可以可以接受。啊，我自己的是被封印技能啦，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嘞。反正那张封不封，好像都没有影响到很大的事情。嗯 ，OK， 其实应该要打这一张先的，不过就算啦。然后反正就已经被封印技能的话，就这个样子，全部留给下一轮好了。下一轮才来开那个，才来开减伤道具，里面有技术的米卡弗利扎在保险。哦哦哦，古德大王，诺亚，啪！哦，48000，有一点点的痛的感觉。哦，财神大佬就是财神大佬，815万，斯巴拉西。然后全属性效果吧，去，我靠，哈哈，这个威力，这个威力果然啊，赞，赞赞的，哎，错，哦 ，OK OK， 不错不错。反正是没有急着要打过去了，所以还行啊。OK， 没问题。主角没有被封就好。这边是可以弃颗珠、霸颗珠。嗯，这样子弄好好了。然后比克弃颗，这样子的话有霸颗。OK。然后最后这一边的话，打这个吧，打大王，然后配一个 Wiz， 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了吧？红珠什么的，哎，敲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啥？29万，这个是八颗珠过后有26万9，然后这边的话三颗珠又可以再提升一下30%攻防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。太碎！此地，哦，Piccolo 上496万，
然后打这种比较偏弱一点点的战这个 Red Dungeon 比克完全可以喂，感觉还蛮不错的，有点想要拿去打波杰克，可是波杰克后尾的话又太难打了，应该会被帕万山通到炸裂。嗯，这边我想一下，应该是可以让可以变身的啦，难得带出来的话 XQ 当然是想要啦。OK， 这一边的话也蛮简单的，呵呵，40万的防御力够高，一个打这一边，一个再打过来，OK 啦，有点想要把先行把这个给干掉，呵呵，然后比克的话就这样子好了，随意。然后下一轮的话，他还会转隶属主吗？比克，欧亚，有外，扎克没？哦，967万，值哎！想不到我的悟空可以打到这么高的地步，哎，不错。然后，千万啊，多叠了两下还是三下就千万了。果然啊，这个七周年啊还是猛啊，超级无敌的猛，在火力输出上面真的是没得说啊。吐，再来，普攻，小可惜嘛，不过就这个样子呗，没什么太大影响。我现在这个剧场版 Hero 的比克真的是越来越多张，也越来越猛。哎，马吉卡哟，封掉我的这个，我比克难得可以吃这么多猪，结果被封印掉了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法躲了。算了，切这边了，看切不切的死。然后这边再开多一个微潮了，保险运这边真的是被他压到有一点让人北宋。嗨，278万，塔比翁这边输出倒是普普了，不过就也 OK。然后比克普攻啊，没有连击，连击还是打不出来，有点小飞小啊，哇，这么硬的吗？弗利扎。OK， 好了，这一边就应该是会全解了。然后最后的话，看这么个样子，留到下一轮再来做最后决结这样子。问题不大。啪，然后那个狗的大王下一轮应该血量就中规中矩这样子，可以啦。嗨，美加福利大王被干掉了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希望就打到残血就好，然后顺便看一下比克面对单体敌人的时候是可以到多少的威力，extra 50%的攻防应该还蛮不错的吧。 OK， 碎了啊，竟然连击了，这一轮其实没有很想要你连击那么多，来骂骂，连击就连击呗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嗨，啪 ，OK， 好，这边的话，嘿，看一下哈，这个。
这样子，珠子会不会顺到比较好？嗯，还不错，有八颗珠，八颗珠再配上30%的辅助，八颗珠三十一万的防御力，呵呵，开了必杀40万的防御力，哇，果然是珠子刺的越多就越强啊！而且这一边的话，这张比克才170%的队长技罢了。嗯，这个是面对一体敌人的时候，攻击应该会更加的猛啦。不过 W， 你可以不要把这个格德大王给解决掉没有 ？OK， 好。哎，马吉卡哟，你这样连接，やめてくれ、やめてくれ、お願いします。OK， 所以来了比克杀547万，哇塞！同样是八颗珠，再加30%彗星，30%辅助，哇，这个输出提高了蛮多的哦，提高了蛮多。那个50%真的是不错，500万的全体攻击 ，OK 了啦，非常非常的猛啊，嗯，足够了，哎，还蛮一夜的嘞，这个比克在 Red Dawn 上，哎，也稍微是可以拿来耍一耍。如果是拿去战斗路的话，那吼，基本上就是一炸一个爽啦。直接就是，自己比克、好友比克，中间全部就转隶属主的那个角色的话，然后就嘣嘣嘣嘣嘣过去了，绝对是爽的啦，我相信。OK 啦，那么还突破了那个最新记录，已经慢慢在打了，反而更快，不愧就是有这个 supporter member 力 extra 10%的加持啦。如果再往下掉一下的话，哎，那么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高。可是当队长技拉回来的话，哎，那么就会变得很猛一下啦。OK 啦，还不错。嗯，这张比克真的是可以有，斯巴达西，看有没有机会，纳美克星人的战斗路带他去玩一玩，绝对是愉快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加马塔尼。